众可以叫我香米、OK， 那今天很高兴的可以来到日本。那这次在日本呢，我就是要来挑战说，到底我有没有这个市场呢？就是说可以搭讪这些日本的小妞、辣妹、卡哇伊、T 嘞这些妹子。那我到时候就是要试试看，说我怎么用我的方法来去搭讪这些妹子。至于成功与否呢，我自己也不晓得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是蛮担心的，很担心会被打枪，因为被打枪很舒服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嘞？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废话不多说，等一下洗完澡之后，这个时间晚上，那待会我就要去夜店那边挑战一下。我住的地方离大久保公园也蛮近的，如果被打枪没有成功的话也没关系，那我说不定可以去那边巡逻一下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孤单失学少女，这样是 OK 的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夜店见啦，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翔，中文可以叫我翔米。我现在在跟日本的妹子做搭讪，她非常的卡哇伊。那我希望我现在可以跟她有后续的发展。I like you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越来越爱日本了，因为日本的女生我觉得都很卡哇伊，她们都很棒，而且我跟她们聊天都是算蛮有礼貌的。有没有觉得日本的女生都很可爱？哇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卡哇伊。我顺便喝水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是日本的卡哇伊就是可爱，爱西德鲁就是我喜欢的。爱西德鲁，呀，爱西德鲁。可以叫我想你，让你在你的心里摆烂的心情。那今天就到这边 ，OK， let's go， 拜拜。很高兴这次日本搭讪女生非常的
成功，我必须要称赞一点，就是说我觉得日本的女生真的非常的有礼貌，非常的棒，日本的女生还蛮温柔的。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教日本的女生成为你的女朋友的话呢，那我个人是非常的推荐，因为她们真超温柔，超喜欢。那我也希望我之后也能交到一个日本女友，耶、yeah. 那总而言之呢，结论就是说，虽然语言都没办法沟通，过程都是用翻译去聊天的，所以说呢，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好了，我认为说只要追女孩子一定要勇敢，还是要保持你原有的幽默风趣，你就可以去搭讪到你喜欢的女孩子。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点宿醉，还是有点呛，我还是要说日本的女生真的很棒，而且她们喜欢幽默的男生，但是你不能太超过。那今天就很高兴大家收看啦、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耶、yeah, 拜拜。九片我还会再来的，非常喜欢日本，日本一棒 ，Skoy， 对，耶、yeah。他们这边的人绝对不用做检测。这个角度是上镜视角吗？因为你今天衣服穿得太辣。就是侧面。这个叫侧焦啊。真的叫侧焦吗？我发明的嘛，这样会比较让你有感受到，对不对？比较快。